Thank yeah. you. 各位翻开讲义九十三页 <coughs>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九十三页中间演示所指七处贤妃，也就是阿难。 所执着的七个地方都不对，不是真心。卯出，执心在身内；二执心在身外；第三，执心潜藏在眼根内。 第四，执心分明跟暗。第五，执心则虽有。第六，执心在中间。第七，执心乃无左。执心乃无左，就是执着。 啊，说心乃无着，这个一般没有证悟的都会说啊，我无所着啊。这个不是正量打破无名的那个无所住，而是意识心随口说说而已，不是正量讲出来的话。事实他们事实上他们对平常心的认识度，还是限于意识形态而已。 不是真正的了悟佛的平常心。立夏。经文：“阿难白佛言，世尊，一切世间十种异生，同将四心居在身内。” 纵观如来清莲花眼，意在佛面。这一段的意思说，阿难对佛这么说：“说世尊，一切世间，这不只是说我阿难这样执着。” 啊，心在身内，一切世间十种一生，把它归类，十类的众生都会把这个四心认为是在身内。这是阿难现在因为还没有破执，所以啊就很肯定的说。 反过来讲，就算你如来有青莲花眼啊，那么青莲花眼就是清净修广，状若青莲，这是青莲花眼也在佛面呢、啊。阿、啊、那的意思就是佛陀，你为什么要问我？连你的眼睛都在你的佛面呢、啊？啊，是这么肯定的问佛。翻过来九十四页。 此之心在身内。一问真结，真结就是问答了。哎、啊，就是一问，阿、啊、难就要答了，辩拜佛言呢。先称呼佛为世尊。 底下就是叙叙述执着，到底是他站在哪一个立场，则引师生通济，也就是我阿难不必负责任哦。啊，十类的众生都是这样认为，心在身体内啊，这一切世间三界内六凡世间也。 十种一生就是十类，于十二类众生中除去的空、善、消沉的无色，跟精神化为土木金石的无想，在楞严经里面，把山河大地认为也是众生的一部分，也就无想，也就是众生，那么。 精神化为土木金石的无想、啊，啊，在楞严经的思想里面有一点点不太一样。此二种无心目之可言，其余的十类业报形体，各个差异，所以也无一生。 同江四德四德心，大家都认为能认识的这一颗心叫做四德心。同江四德心在身内，大家都一致认为能认识的这颗心就是在里面，在身内。就算看如来，纵观如来的青莲花眼也在佛面呢、啊。 阿难的意思就是毋庸置疑啦，佛，你为什么要这样问呢？佛的眼目清净修广，状若青年，故以称焉。说：我今观此福根是成，只在我面，如是是心实居身内。说：我阿难呢、啊？ 啊，观词福根。这个福根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肉眼。这个肉眼就是四层，四层就是有颜色、呃香，还有味道，还有可以接触，就是感受，哎，所构成的，所以叫做福根四层。 我现在关了、啊、我们这个肉眼了、啊，就是在我们的面上啊，啊，眼睛在我们的脸上，那么这颗认识的心，一定在身体内咯。时机身内。所以这个阿难就用非常坚定的语气肯定说他的见解是正确的，他的语气就是这样子，时居身内。 就表示他很肯定啊，不只是我安的呢，啊，十类的众生都是这样子的。福根也就是福尘眼根呢、啊，俗称肉眼，乃是色香味、香、味、触事成所成，不是清净事大。 所成的肾意根，啊，这个肾意根类似神经系统，但不是神经系统，它是比神经系统更维系肾意，也就是肾意根类似神经系统，又不是神经系统。 比神经系统更维系的，要了解这个肾意根，没有天眼或者是福眼、肾眼，则不能见。也就是因为它太维系了。阿难云：“我今观此福根是成。」 只在我面，啊！只在我面，以佛无意。如是是得我心，实际色身之内，与十类众生亦无有异，没有什么差别啊！大家都是眼睛，这个肉眼在脸上啊。 正慢云，只此一句，就这样执着心在内，心在身内，一切众生所以求是贪欲，自酷肉身。这个自酷肉身，它的本意是说细小的刑具。 也就是手铐脚镣，在这里是指束缚的意思。因为一切众生都执着心在身内，而且这种执着是坚固难破，所以会为了这个色身忙碌，为会为了这个色身贪欲。 会为了这个假象的色身嗔恨，因此思想观念欲望困集在这个色身，又跟着业力继续去转世投胎。所以支持一记一切众生，所以求系胎狱，自苦肉身。 乃至三途苦行，自知放任受无量苦，辗转不能自脱者，皆由此计，以为障之生根也。啊，障之生根就是这个障碍是最大的，一切众生执着这个色身就是我。 认为心就在身体内，因此拼了老命要追求五欲六尘，而时间到，必须把他的生命、身体交出来，因为他要面对死亡。而我们从小到大，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色身是假象，你所有的执着都没有任何的意义。 所有的痛苦来自一颗执着的心，一切的痛苦来自于无知。正因为我们没有学佛，没有正确的了解，是虚妄的心执着虚妄的境界，产生虚妄的意识形态观念，而且加上执着，牢不可破。 因此，我们的轮回就没有办法停止。所以，佛法刚好跟世间相反。世间认为有我，佛陀说无我。